黄晓明模仿蜡笔小新自曝爱穿卡通内裤。Burberry 昨晚在香港办趴，吸引众多粉丝围观。黄晓明一身紫色西装现身，但犀利的记者没被电晕找问。怎么办？你已经以那个女朋友来形容他了？有吗？有吗？没有啊，我就觉得他很好。为什么不公开？你们这么多年了，已经给他一个确定身份。还是说点别的吧。是不是因为大家都是偶像派啊？我是偶像派吗？是。我觉得我现在演的都挺实力派的电影的。小明都快招架不住了，咱们就别再逼他啦。他近期在香港节目最佳男主角，不止公开气派豪华的办公室，还秘密大公开哦。我很喜欢看蜡笔小新。你可不可以再模仿一次啊小新给我看啊？要吗？最主要就是要蜡笔小新永远都是很享受的表情。小明，你可不可以讲一个秘密给我听？一定要讲吗？对啊对啊。好吧，我比较喜欢穿可爱性感的内裤。不是吗？是的，我喜欢嘛。我就跟你说了，我内心是藏着一个可爱的小朋友的。苹果热新闻啊，是穿这样吗？不倒。